爆米花要爆喽！人民左投杨耀勋遭到匹兹堡海盗队释出，包括经纪公司伯拉斯以及中华棒协都证实这个消息。杨耀勋预计这个周末回到台湾，下周就会投入爆米花夏季棒球联盟，加入国家储训。啊，就是因为耀勋是我们五年列管的球员之一，所以当他释出后，他必须要返回，要让国训中心报道返回国训队。所以我们刚才就马上在这方面开始作业。杨耀勋在2005年和日职软体银行鹰队签约，展开旅外打球的生活。2007年经历了生涯最严重的伤势，左脚疲劳性的骨折，整季报销，一直奋斗到2013年才结束8年的日职生涯。2014年，杨耀勋经过测试，最后以10万的签约金，月薪1.5万美元，加入了匹兹堡海盗。而这份2年的小联盟合约，附带了大联盟的春训邀请，并保障了前3个月的月薪。可惜从2-1出发的杨耀勋表现并不理想，出赛11场都是后援，16.2局被敲出15支安打，包括1发的全垒打，平均防御率高达6.48，因此遭到海盗释出。回到台湾之后，杨耀勋预计先休息几天，在周3加入国训队，再来讨论先发或者后援的角色定位。棒协期待这位左投的加入，可以像陈俊秀以及罗家人一样，让爆米花增添更多的亮点。陈俊秀到罗家人，我们也相信。杨耀勋加入后，这对爆米花奖当然是增加所谓的他的明星的亮度啊。不过对协会奖重要是说，这3个球员都是我们亚运啊所锁定的观察球员。确实，杨耀勋除了让爆米花多了一位球星，借由比赛找回信心以及身手更为重要。如此一来，很可能让中华队在仁川亚运可以多一名可用之兵。来电讯黄瑞宏、黄华君采访报道。旅美左投杨耀勋今年2月加入匹兹堡海盗队，之后被分发到2A，但是目前一共出赛16场，战绩0胜1败，6.48的防御率表现不甚理想。上周已经遭到海盗队释出，杨耀勋下一步将返回台湾，确定会加入国家储训队，在爆米花联盟重新开始。这个超级巨星来，就刚刚我说的，对我们球队应该有很大的贡献，很大的帮助。不管是在体能方面啦，他从日本回去回来台湾再去美国，也接受到美国的训练方式，我想整体对我们国训队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才对。今年31岁的杨耀勋拥有日职与美职的经验，对于目前投手群战力比较薄弱的国训来说，有了杨耀勋的加入，无疑是为他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。哦，当然那个他回来对应该对我们球队有很大的帮助。第一点，毕竟他。从日本回来台湾再去美国，我想他在投手方面的那些技术层面应该蛮高的。尽管对杨耀勋的了解还不够详细，但是辉总对这位未来的秘密武器抱有相当大的期望与信心，定位也非常明确。目前如果说他的可以的话，我们会把他定位在先发的状态之下。那当然，他从美国回来到现在。投球数有多少？你先发，你最起码要投到100多颗球。那现在他的量有多少？要等到礼拜四回来之后，我们才晓得。杨耀勋的加入不只为国家储训带来新的刺激，也期待他能继罗家人和陈俊秀之后，为爆米花联盟带来更多亮点。未来体育新闻，张建宏、于世杰采访报道。一棒右半边方向的飞球打得蛮深远的，右外手追了过去，在墙边这个球打，右外手王威成最后把陈俊秀的这个球给没收到手套里面，哇，眼看到形成二垒安打，但是这个球被这个王威成的给没收。
球打到在三垒这边挡了下来，站起来的传球 ，nice play！ 哇，一上来何玉德，哇，就一个非常精彩的美记守备啊，抓到了立邦的蔡志宇啊，这个 nice play。积极的出手，有一手拦到，再站起来传，哇！有几手猜上瘾，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 nice play 啊，没收掉了于宗翰的安打，不可思议，这个球于宗翰打得蛮强劲，猜上瘾厉害。雷锋三游之间趴下来挡到传二垒，王一磊这边射三垒手，不可思议啊！三垒手这个球实在挡得太精彩了，吴博义，精彩，这个守备精彩。这个球有点挤压到了，打到是在右外野方向，哦 ，nice play，nice play， 哇！这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守备啊！现在守的应该是91号的陈彦如啊，陈彦如来个精彩的美击守备，把这个球给接杀出局。跟杰瑞的一个对决，这个球打到在中间方向穿越出去了，不过守的还蛮深的，决定是要平，决定是要平，这个球传回来，出局！哇，在八局的下半啊，这要平回来。但是刘家凯呢，在本垒这边是遭到了 tag out 出局。